想要呼吁的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现在也在这个闽南师范大学就读闽南文化研究院的一些专研。那么台湾不敢不要的一个处境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有关于这个题目啊，其实我想这是大家的共识啊。我想和平啊，基本上是普世的价值啊，应该没有哪个地区的人民说。战争是不得已啊，在和平受到破坏的时候啊，那才大家要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乡土，所以才会有战争。所以过去的向导啊，一二三，我们几世代的人啊，亲们，我要打电话给你，他这里，因为国共内战啊，然后那分裂，那我们亲们就认为战区就六一九是这个战，我们认为战场。